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好的，来玩我们的 KOF All Star。好，今天是1月18号，星期三，都没有活动哦，论坛上都没有活动。毕竟他也没什么活动可以贴图啊。没有活动的话，这个几率哦，可能就不太够了，不太够。好，那这一期要来玩这只双叶萤。来测试一下他当队长的效果怎么样吧。那这林冲的号了，林冲的号没办法打那个什么，这个工会首领挑战，因为他这是他个人工会啊，个人工会哦。你看这个没办法测试啊，这个练习一下就死了，17B， 你看我就死了吧，不太好测。那现在那个蜘蛛伤害也不是那么好测嘛，因为蜘蛛伤害会溢出啊，容易溢出啊，所以我现在都是测那个工会首领工会讨伐战啊，就基斯或路卡嘛，看这周是什么就用什么来玩这样。好，那来复习一下吧，我打算拿它跟雅典娜做比较，我觉得两只的那个buff 效果应该是差不多，就是说如果你当初没有抽雅典娜也没差，你这只也是可以用，只是说它是针对女性格斗家啦，然后就看你怎么样啊。雅典娜比较万用一点嘛，因为它攻击力又有爆伤啊，攻击力 50% 嘛，那这个爆伤只要在暴击率够高的情况下也是不错的，而且它没有针对女性格斗家，更万用。我们来看一下哦，我们都是用战力嘛，那个双眼也有战力啊，战力跟弱化吧，好像待会看，所以到时候一定是用战力。那我就先不用战力来做比较嘛，因为那个双眼它的才三星而已，都还没有练。爆卡有，那属性卡没有嘛，然后觉醒师换了一颗星星，特殊卡还没换，我刚看了一下是这样，然后核心也都没有点，我、核心也都没有点，我是说那个核心面板 EX 核心面板。好，这个激怒的话是自己激怒，自己会有激怒效果，所以他的 buff 是给队友的 buff 是技能2啦，你通常是要技能2结尾啊，你不要再按到别的，这个是发动他自己的爆伤啊，他自己的爆伤加哦，增加他自己爆伤的暴击率，自己的，那队员的话就技能2，技能2的话，这边我记得是这个东西，就是你换成白色衣服的时候，这个贯穿力也是自己的吧。它是分开的哦，就是我军的攻击力加 100%， 我、100% 超级多吧。然后这个贯穿力是这个是自己的啦，因为这边有一个逗号嘛，有一个句号句点啊，所以我当时候在测试的时候我看那个 buff 啦，就是你换队友之后是没有贯穿力的啦，队友只有吃到这个攻击力 100%， 这是我那时候看那个图标上显示是这样。那技能到极限护甲，所以我通常都是三二啦，三二就换人，因为开掉下来或干嘛，你一定是先极限护甲，不然你容易被打到，被打飞。好，这边就有一个效果。好，就是技能二，攻击力 100%， 通常都是吃这个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没有了，我这边就没有其他 buff 了。哦，这边就没有了，都没有跟队友有关系的，所以他跟队友有关系的就是技能二 的那个追加技，算派生吗？就这个追加操作技能哦，追加技能，所以我自己都是三二三，然后二按住，因为我是 turbo， 我都 turbo 按钮 turbo 连按，好，所以他很简单，就攻击力 100%。那来看一下双眼影吧，双眼影就很多了，双眼影的 buff 超多，但是多就是杂嘛，就比较杂乱一点。在哪里啊 ？AS 格洛加，
啊，在这边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啊，战力跟弱化嘛，到时候你一定是选战力啦。这个弱化太烂了，不要选，千万不要选。好，这个气功是增加那个女性格斗家，它限制女性。然后套用那个合音，就是会有一个音符在头上。那攻击力50%，我们测伤害嘛，减伤不看嘛。那50%而已，所以那个雅典娜100%，这边是50%。然后这边队长技的话，3535，所以是70%。雅典娜是50%嘛，所以又多20%。然后这边是50%，所以其实是雅典娜是150%，然后他是120%吧。70+50嘛，70+50啊，120。雅典娜是150，那雅典娜还多一个那个爆伤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好看到。好，然后这边这是他自己的啦，雷吉啊，我待会不用，我待会就31，雅典娜32，然后就31。本来他伤害很低啊，我们就不要增加不确定性。好，斜上腿这是一个导音符，就是 debuff 敌人。哦，这个不协而合音就是敌人的攻击力减40%，然后受到伤害量增加20%。理论上双叶影的 buff 优于雅典娜，因为雅典娜就只有一个攻击力100%，但是它有很多对于 boss 的 debuff 嘛，还有增加我们的那个减伤嘛，理论上这只一定比较好，但是我们测试只能看到那个伤害而已。就看那个伤害数值，然后这边是他的那个内建必杀，可以让对象在10秒伤害10%，受到伤害，也就是说这样20+10就30%，但是就看你要不要放，我们也要放，我们没有打算放。好，这边好，然后核心的话也有，就是你出场之后换下来那个格斗家是 EX 的，不用女性，爆伤12秒加 15%， 然后敌人受到伤害再加 15%， 我这边再加 15%， 这个要加一加啦，到时候要加一加，我在资讯栏我再把它加一加吧，把它列出完把它加一加，然后这个 20% 嘛，然后这边 15% 嘛， 15% 嘛，这样 35% 嘛，然后爆伤这边 15% 嘛，那个雅典娜是 35% 吧，雅典娜的队长机是 35% 吧，队长机是永久持续啊，都有啊，那这个是轮替进场的时候才有啊，就比较不一样，好像35嘛，对啊，你看雅典娜算150%攻击力，因为技能2嘛，然后那个双影120嘛，然后爆伤双影这边加了15%嘛，这个要把他们的那个效果 列出来啊，爆伤 15%， 受到量 15%， 然后这个是乙超，这个我们待会就不用了啦，这个就不用了，啊，这个也不用了，只有这样吗？没有，当然不是只有这样，它还有套卡，我们来看套卡的话是这样。就是一样是女性加攻击力 20%， 所以她的攻击力是140%，队长技70嘛，然后技能一是50嘛，120嘛，这边再加20，所以140，她比那个雅典娜少10%，目前看起来是少10%，但是她有这边爆伤也加10%。刚刚那个核心是15%嘛，这边10%，所以核心25%，这样加起来25%爆伤。那雅典娜是35%爆伤，就是至少整理出两个人的 buff， 攻击力啊、爆伤啊、受到伤害量啊，然后他还有减伤嘛，所以说双影整体来说，他应该是优于雅典娜的，就是那些 buff、debuff， 我觉得啦。但他就牺牲了自己的攻击力，然后没什么攻击力，真的没什么攻击。雅典娜还有一点点攻击力吧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雅典娜攻击力怎么样。不用了，不用看雅典娜，我们就直接来测试它，不然没时间。
雅典娜还 有一点伤害啦，我记得他是有伤害的。那我待会就打四场，每一场20秒就好，每一场大概打个10秒还是20秒 ,20 秒吧。就稍微打一下20秒这样子，因为两分钟嘛，我就打20秒。为什么打20秒？因为 buff 没那么长啊。buff 才十几秒啊。这样对双眼也是比较吃亏了，因为那个雅典娜 buff 几秒啊，他的技能和 buff 几秒。我们看一下雅典娜是不是也是12秒啊。他的技能和，对啊，你看这边也是技能二嘛，然后15秒，他比较久，15秒他比较久一点，所以他比较吃香一点。那那个双叶影几秒啊？双影的技能一12秒而已啊，所以他吃亏一点点啊。那如果你是那种一直轮替 buff 啊，马上换人的话，马上打伤害应该是没有差那么多，12秒跟15秒应该是还好，我应该是还好。好，我们来玩一下吧。我为什么要设那么多场？因为我就抓个平均值嘛，因为每一场战斗打起来不太一样。我们先试雅典娜好了，那我用这只有破甲，神圣破甲嘛，我就321或是123321吧，一好像是神圣吧，是不是？我看一下，一还是二啊？二是神圣啊，反正我就321，因为三是极限护甲，321这样。那我就至少放一只必杀就好了，那件必杀不要放长奥义，长奥义太浪费时间了。那我就321，那我就多打两场这样，然后抓个平均值。我刚打了一下，大概17-18 B 啦，两只都差不多啦。我刚打是差不多啦，又没有差那么大。但是这是没有算上那个敌人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减伤啊，或是其他效果啊。好，就来吧，就打两场，各20秒这样子，然后抓个平均值。我就32，然后换人，放个打手你看，没有回到气嘛，没关系啊。我们至少放一只必杀，大概20 B。好，大概。22啦，这就抓一个平均值嘛，因为有时候你会有一些打法的一些差异性。22 B， 雅典娜比较干脆啊，就32而已。还可以奥义一下，找奥义跟往奥义还是有差，我觉得。好爆了，好，也是22左右，好，22左右就打这样子，大概20秒嘛。那这样看起来双赢，我都有叫打手啦，你看他打手是什么效果啊，我还真的不知道欸。那扣路是干嘛的啊？哦，死硕的店处于目眩哦。哦，目眩啊，这样不准吧？是不是？可是我刚刚有叫那个中毒打手欸，这只是中毒打手啊，那不一样欸。好啦，我就用了啦，好不好？我就用了，不管了。而且这只双眼影现在才三星而已嘛，也还没到五星啊。那个技能什么都还没有点，核心技能就有的可能没点，伤害也有差。
我爆比较慢，就感觉破甲比较慢。大概17子吧，有没有？就这个双影打起来伤害比较低，毕竟那个12秒已经过了，12秒已经过了，然后那些 buff 就不见了，因为我这边没办法马上破甲，马上爆气嘛，这还是有问题的。关键是我要再重新测试一下，大概17-18，17-18，好，所以这样测起来，雷典娜比较强啊，雷典娜15秒，可能多3秒真的有差，他那个攻击力 100% 多3秒还是有差。不然我再换一个策法好了，我就把那个暴气都弄好，然后我们就打一波暴气怎么样？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要不要这样测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这样吧，好，先这样吧。等到时候双眼影都练好了，然后再来完整的打一下一分钟左右的伤害，就至少三只轮替这样打，因为三只轮替嘛，然后你都有那个。战力的话，可以马上再把它叫出来，上 buff， 然后战力一下，然后轮替就 OK 嘛，就可以再把它上，就可以输出了。好，那就先这样。那目前我这样子是雅典娜比较高啊，比较高一点。好，给大家先参考一下，测试不一定准确。那这只就是很辅助啊，很辅助。有人说他是吟游诗人吗？吟游诗人唱歌的，在后面唱歌加 buff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